早上好，今天由我佩诗带大家了解教会的最新动向。由 NECF 所举办的40天禁食祷告已经来到了第14天，在此呼吁大家继续的为着国家的复兴来祷告。您的祷告将会是小小的力量，从最简短的祷告，神他都垂听。让我们一起期待神的大能彰显在这片土地。9月10号，有吴新贵牧师在我们当中。吴新贵牧师以往的分享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及鼓励。这次，让我们一起带着渴慕的心一起领受。9月22号虽然是公共假期，但这也不能停止领受神对我们的教导。若对教会有负担或委身的弟兄姐妹，欢迎你们来参加教会展望交流会。当天牧师将分享教会未来的展望，好让弟兄姐妹可以同心合意的服事。详情可以询问教会同工。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，这首歌的原唱今天就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一起洗耳恭听裘海正姐妹为我们带来的见证分享。下次见，拜拜。